这边美食展区已经搭好了，黄面凉面。土木秀克周边的人呢，也可以来这里过来玩啊。这边有泉，有树，有草，还有美食。这边的环境特别好啊。虽然这个舞蹈节目啊已经取消了，但是呢，这个大家呢还是比较积极啊，然后想的，因为老百姓呢想的是把这个活动搞起来嘛，然后为自己也是创造一份收益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，其实真的很不错。我这边的石头呢也摆出来了，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切糕石啊，然后这是颗化石，不难看出来啊，这是颗化石，啊，这个石头呢非常便宜。这也是一颗沉积岩啊，但这颗沉积岩大家看像什么？等会儿美食把杂的时候，我过去去转一转，去看一看。我刚才看了一下，还是有很多很不错的啊。等会儿去搞一个黄面烤肉吃一下。OK， 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！记得点个关注哟。